一进门口就看你这两字儿了，书云。随便看。哎，看看啊。这个书云呀，你要是有个店儿或者装饰啥的，都挺好。啊？装饰。嗯。那个匾是吧？哎呦。没事。哦，这里是养东西了。没事，我养的这个荷花。哦，还有水嘞，要拖拖吧。没事。那地板不泡了吗？没事。拖拖吧，没看见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拖拖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地板就泡了。辛苦一下吧。没事。嗯。一个硬木。对。一个硬木。书云。一如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，老板？这个如啊，一如，在如，在过去，你反正是都是一品大学士才称为如。是，对，对对对。但是这个一如也不一定是张帆或者是李四，他肯定是就是有学问的人才称为如。对，这个您说的没毛病，这一点我认同，这绝对是一个书香门第家才有的。对，但是这个料子就是料子差点，哎，一个硬杂木的，哎，硬杂木的，但这个字写的可以，多少钱吧？我听听，反正都是同行，同日的啊。哎，有准确的。两年贵啊，嗯，15,000块钱。对，15,000块钱要这个价格，有点顶啊，15,000块钱，你看很少，你现在就是带这个哪年款的，是吧？这种书香门第的，还是大学士用的这种匾，确实是很少了。现在不，你这刚才你都说了，这个儒他不一定是大学士，但是绝对是文人雅士，对不对？不一定是当官，但是呢，绝对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哎，儒嘛，就是说有学问的人。你刚刚说的是一品、几品，可对，也能叫儒，但是这个儒呢，是指的是文化的人。知道吧？对，没毛病。哎，书云证明这个人是一个，可能是写书画的，或者说是这个，绘画的，或者说画画的，或者一个文人。哎，家里的一个这个，可能是挂在这个东西，应该是挂在书房里。哎，书应该是挂在门口，就是那种进门，哎，他的书房的门口那个。哎，应该是挂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哎，或者画那时候都是挤进门，挂那个马里，甚至是有可能看这块岁月有这个，反正肯定它是挂在室里的，有雨搭，有遮挡的地方。哎，但是确实是一个大家。这个我给您出个公道价，5,000块钱行吧？您15,000太顶了，5,000。5,000不行，因为这个木头啊，它本身它比瓷器还难保存。啊，这个东西你像它挂在门外，你这个雨水侵蚀和腐蚀性容易烂。这个它是。有这个遮风挡雨的，它绝对是挂在屋檐下的。对，这个绝对，你看了吗？它这个弓啊，相对来说不是很细，知道吧？是，这就是木、哎，就是材质差一点。哎，材质差一点。但是保存下来这个确实是挺难得的。对，带块儿，我也是，我正好从这好几个月没开了，这里我正好逛这里，我正好就看这两字我就进来了。行，我那里还有瓷器，你随便看。对，咱一个个的拉成这个，我再看瓷器我也有，我好多也没卖掉了，真是的，慢慢来这个。你这样吧，你实心要、我也不15,000了，13,000，这没少降啊，真事儿了。也13,000，你最少再往下降，你这大差不差的能行？你差太多了，我出到5,000，大差不差的。5,000你现在买不来，买，你现在就是买个这种的木匾也得5,000了，它主要是有准确的年代，而且也是文人雅士用的，对，我看这几个罐子不对哈。这几个罐子是吧？我看看着不太对。有什么说什么？这几个、是你比较实诚的。这个吧，这样的话，6,600，你吉利我也吉利。你这样吧，你别6,600了，是12,000。我也不13,000了，12,000，我一降再降，真是。这个装饰性挂在家里，装饰性特别强。是12,000，我也卖不到这个价。嗯，对吧？你最少吧，能行我就给你拿了，咱再看看瓷器，这件就给你谈了，对吧？就12,000。12,000，再往下降。6,600，我觉得这个数也挺吉利的，也挺合适的，这个价可以。6,600，不行，6,600可以的，不行，对吧？买了拿去玩去，真是的，啊，自己挂着玩，6,600可以了。啊，我也是看你诚心要，啊、你也别啥了，你行就10,000，啊、不行就算了，真是没办法。我跟你说实话，10,000块钱我也不一定能卖到10,000，这样我就给你出最后一口价，
8800块钱，行，我就给你，我就给你拿了。你不行呢，那您就再留留，8800，多一块我也不出，对吧？我觉得我给的这个价绝对够意思。你这样，我也是看你诚心要哈。是，你也别8800，我也不差你那个88块钱，你就给我8888，咱凑个吉利啊，行吧？我也行行行行，行吧？您这话说的行，这88这谁也不缺，行。这个您一会儿得给我找个那个大的那个麻给我包一下。那没问题，我这有包。我车里那个麻一下，我再看看瓷器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这东西其实我都有呀。这大清乾隆年制。嗯，本朝本款。本朝本款。全品。全品没毛病是吧？没毛病。缠制连的。嗯。东西没问题，看这个多少钱？您说一口，我听听。这个你就别还价了哈，啊、你反正是咱刚才你买了我那块匾了，嗯、我就跟你说实价、嗯，我跟他们都要2000多，嗯，你就咱们你别还价，就1800，一千八，啊，最低1800，还一块卖吧，我还一块不卖了，我因为刚才你买过那个东西了，行，那您既然这么说了，1800就1800，嗯，这东西我给你拿了，嗯，一会儿包一下，行，我一会儿给你包。行，别的东西我就不看了，因为我主要是弄这个瓷器。这样，我给你转一下钱，包一下吧。好嘞。嗯嗯，好嘞。Okay.